因为他去比赛的时候，其实我每一场都会跟到，那有些规矩是我不懂，对啊，所以就又有一股那个像人家说的，就是那个笨笨的那个勇气又来了，就去报名考网球裁判呢、啊。自己还蛮考运蛮好的，不算是我聪明啊，算考运好，又给我一次又考过了。我就说，他就说你过了，我说对啊，我是裁判呢。你知道他要考，跟后来知道他考上，你的心情是什么？很惊讶，因为有很多人会打网球，就是比妈妈还要厉害，结果都没有考上，然后妈妈去考上。大家好，我是林立婵，嫁到台湾18年了，大家可以叫我外籍配偶、外籍妈妈还是外国妈妈都可以。各位新住民妈妈，大家一起努力哦！祝大家母亲节快乐！